Walking in the evening sunset. My thoughts are floating by in this oh so pink sky. 嗱，喺我身邊呢一套咧，係一套法國嘅產品 ，Metronome 嘅產品。咁咧係有一個 CD 轉盤啦，純轉盤啦，同埋一個解碼。咁呢個 CD 轉盤係 Luplay 啊 ，Tra 第三代嘅啦。咁個轉盤咧，配合呢一個 DAC 咧，就成為一套嘅CD 播放器。咁呢個轉盤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可以升頻升到好高喎。不過正常的輸出端子只能夠出到192kHz， 再上那些就要經一個 I2S 即是 HDMI 的出口來出了。但是這部 DAC 呢，這部 DAC 就是沒有 I2S 的入口的，所以這兩部其實就不是說預了你配為一套。咁啊，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聲音又好靚，雖然佢哋唔係一套啊，但係呢個聲音轉盤嘅聲音配合呢個 DAC 嘅聲音啊，真係好靚。尤其是咧，佢嗰個空氣感啊，咁啊將個音場咧撐到非常之真嘅，比較平時我用開嘅合併式嘅CD 播放器咧，嗰個音場更加大，音色咧亦都好靚。咁所以係。就算不是一套，將來如果它有新的產品配成一套，就真的很厲害了。Smiling